是安在这边服装展，现在什么时间点？2017年元月12号，早上8:05，是7:55，现在是元月12号，2017年礼拜四清晨，再过4分钟就8点整了，早上的8点整。接下来我们还是要录制，小宋之前的画啊，画了一些是。类似原子笔素描吧，是不是？OK，是 DJ 讲过。好，第一次触角如何？OK，叫触觉是。看看这上面应该有写时间点，什么时候写的？OK，基本上都是你看上面这个1个小时前，基本上都是封闭状态啊。因为小宋不打算在这个时间点呢，这是为了要录影方面的关系，全部把它重新铺在脸书上面。但基本上只有我之外，别人都看不到。看看这篇文章，是触角。那记得啊，你看，如果是8月21号那一天是之七，可能那几天呢，我一连串泼了十几则小宋小时候写的新诗吧，这是一些创作了，是吧？好，你看看。这段听完的话，我们还有很多时间呢，我们看看别段 OK 吗？别段的话，是，那音乐没有准备好，是，好，先预告一下下一段讲哪个东西，是啊，也是翻译的部分，是，有几则翻译，哎，比如说是女人万岁，嘿嘿，那时候是正好38妇女节吧。
大概也是一年半前的事。那是翻成英文，是有非常多读者有很大的回响，那几章，就里面有俏皮，而且里面翻译的那些技巧又透露出一些是一种机智的状况，是吧？小宋本人也非常喜欢了那个东西，但是节奏没问题了。好，我们看这个，是50岁以后什么最重要？哈，是 OK 啊。如果小宋放在那个安泰岁时时，就是那个东西啊，暂时没有开放啊，我也不晓得什么时候它会把它封闭，可能一段时间不经营它就封闭了。豆浆比茅台重要，看看 OK 吗？是，豆浆比茅台基本上就是从掩体那边，是从掩体那边获得这样的中文，是安把它翻成英文了，是。Okay, now let's check our priorities. 是啊，50岁以后什么最重要？豆浆比茅台重要，是。馒头比蛋糕重要，红薯比炖肉重要，蘑菇比鲍鱼重要，走路比开车重要，快乐比业绩重要，运动比按摩重要，是啊，读书比麻将，宽容比美容，朋友比领导。平日比节日重要，问候比请客。来，看看 Anne 的翻译啥？Soy milk is better than whiskey. Dumpling is better than Mr. Donut. Cassava other than stewed meat. Mushroom than abalone. Walking than stepping ears. Happiness than performance. James than massage.Book reading, then mahjong playing. Forgiveness, then cosmetics. Friendly, then leadership. 这个好像有改过，但是这个是旧的版本，是应该好像改成 friendship, then leadership。是啊，这搞不清楚。我有时候新旧版本都改了到最后一版，反而是不知道它藏到哪边去了。Each day, then holidays. Pay respect, then be my guest. 是。Healthy is the best policy，是啊，OK，时间点是2015年4月23号，说翻译，OK 是。Originally, Anne got this Chinese text from FB in one of my friends, and then translated it into English. So now you have read. The Chinese previously here, and then following my own English version. Okay, good. Okay, this ends this section. Okay.